日前，景甜和陈晓合作的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在云南杀青。8月1日，景甜晒出九宫格美照，写道：三伏天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呀。李新月的旅行暂时返程啦，放暑假啦。李新月是景甜在剧中饰演的人物，不过大甜甜穿着绒毛棉服提醒大家注意防暑也太有趣了。如此炎热的夏天，看到她晒出的九宫格棉服照，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热。景甜晒出的自拍照，身穿棉服的景甜一手捧着鲜花，一手臂微微笑面对镜头，太美了。虽然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热，不过景甜所在地方只有几度，更何况在草原上，所以温度非常低，因此穿厚棉服也不奇怪。这次景甜头与陈晓合作，在剧中饰演白领李新月和陈晓饰演的警察金啸天，阴差阳错一起上了开往香格里香的直播旅行房车，最后两人互生好感，双手臂微歪头卖萌的景甜穿着厚重的蓝色棉服仍然遮挡不住她的美，网友纷纷评论道：美颜暴击啊，女神美美大，杀青快乐，这波美照真是甜到我了，真的笑起来超美的。大甜甜在拉仇恨，穿着棉袄跟我们说要注意防暑降温，你说这个土味棉袄是不是张继科送的？大甜甜真的超级好看呢。景甜美照，手捧毛茸茸的帽子超级可爱，嘟嘴卖萌的景甜，在大热天看到景甜这样造型的美照，即便再热的天气也感觉清凉了不少。对着镜头露出标准式微笑的景甜，比鲜花都美，和导演一起合照的景甜卖萌照。